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四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7。燕时末时又七年，景公引诸大夫酒，公设出旨，堂上畅膳，若出一口，公作色太息，拨公时，玄章禄，公曰：“章，自无失燕子，于今时又七年矣，未尝闻无不善。今设出旨，畅膳者如出一口。”玄章对曰：“此诸臣之不孝也。”智不足以知君不善，勇不足以犯君之言。然而有一焉，臣闻君好之，则臣服之；君恃之，则臣食之。此或食皇其身皇，食苍其身苍，君其犹有食残人之言乎？公曰：“善。”这一条出自于谏33《晏子杂下》啊。这个末啊，就是通那个末死了啊那个意思。出旨是射出的箭，为中箭靶啊。这个旨就是箭靶了，标的。堂上啊，就殿堂上、正厅上。畅膳啊，就是称膳较好的意思。一口就是众口同声啊。很多人出声啊都同样的。算如出一口。这个大席这个大呢念太啊同太席。就是大声长叹的意思。啊深深的叹息。这个波是分散啊引申为抛开。玄章是春秋齐国的大夫，不孝啊，这是不贤，没有才能。智啊，就是智慧，分析判断，创造思考的能力，这个是智。此或呢，这个是鹅的幼虫了，生长在树上，颜色像树的皮，行动的时候啊，身体啊一屈一伸的前进。这个北方称步曲，南方称造桥虫。苍就是草色，深青色。蝉就是凤城八节献媚的意思。那么这一条啊，讲晏子死后17年。晏子死了17年了。那么有一天啊，齐景公请诸位大夫饮酒。那么景公呢酒后射箭啊，景公喝酒之后呢啊，他就去射箭，射出的箭啊未中箭靶，就是没有射到这个箭的靶，没有射中。但是呢，殿堂上饮酒的诸位大夫啊，都大声高喊啊，射得好，射得好。堂上啊一片叫好之声，喊的声音呢、啊、很整齐。好像出自一个人的口，异口同声呐、啊，都叫好。景公脸色大变呐、啊，大声叹息了、啊，抛掉弓箭。这时候玄章入见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大臣呐、啊，玄章啊进来啊见景公，景公就对他说了：“玄章啊，自从我失去燕子啊，就是。”晏子死了，至今17年了。那么这个17年当中，未曾听到谁说我有不对的地方，都没有人说我的过失。今天我射箭脱了靶，没有射到靶，诸位大夫啊，大家呢都大喊射得好，大喊这个射得好的如出自一人之口啊，很整齐。那么景公对玄章讲但我射箭并没有射中
但是大家都叫好了，叫好的圣经还很整齐。玄奘听到景公这么说，就回答了，说这是呢，诸臣啊不成才啊，这些臣子啊不成才，以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发现君主的过错。君主你有什么过错呢？他们不知道，没发现，没有这个智慧啊发现君主的过错。以他们的勇气啊不敢触犯国君而当面谏言，他们也没这个勇气，这样啊便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了。那大家呢都是奉承啊这个国君了。我听说呢，君主喜欢穿什么，臣子们便送什么样的衣服给他穿，君主喜欢吃什么，臣子们便献什么样的食物让他吃。那么这个也是奉承啊这个君主了。那么这里用形容比喻啊，说此货呢吃的黄叶了，身体就发黄；吃的青叶，身体就发青。那么君主啊，大概啊还是喜欢听谄媚者的话吧。那么景公啊对这个玄奘说：“你说的太好了。”那么这个也就是提醒景公啊，为什么这些臣子都是一昧的奉承巴结？就是你还是喜欢听一些谄媚的话，不喜欢听正面的话啊，对你这个指正错误的话你还是不喜欢啊，所以这些臣子啊都去谄媚奉承你，那么说出啊景公啊这个问题了啊，所以景公啊也很难得啊，就对这个玄奘说：“你说的太好了。”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改过了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，都是喜欢听好听话啊，人家指出错误的了，那就不能接受啊。听到呢，都是奉承赞美的话，那自己的过就永远不能改。好，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